新秘书不好了，胡主任被打了。什么？谁这么大胆还打胡主任？必须严肃处理啊！就是新来的那个小王啊，王总的公子，那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是不是胡主任惹他了？没有啊，胡主任好端端的坐着呢，小王上来就打。不是，那胡主任是不是还手了？没有啊，一直坐在那挨打。难道他都一动不动的吗？不是啊，就中间挨打的时候用手挡了一下。你看你看，他不就还手了吗？这都不叫被打，顶多叫互殴，让他们俩和解吧。但小王无缘无故殴打中层干部，这有点儿……那小王情绪有点激动，是不对。但咱抛开事实不谈，那胡主任就没有一点错吗？但是没什么但是的，那办公室那么多人，那为什么偏偏找他动手？可能是胡主任长得太帅了吧。你看，这不就是理由吗？没有无缘无故，所以你让胡主任跟小王道个歉，这事就算了。哎呦，赶紧出去！哦。